9月22日0时至15时，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67例。自5月21日发布会后，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94例，丰台区41例，海淀区24例，房山区14例，东城区7例，昌平区3例，西城区、朝阳区各2例，大兴区1例，重型1例，普通型14例，轻型66例，无症状感染者13例，管控人员77例，社会面筛查17例，均已转至定点医院隔离治疗。感染者1603，通过社会面核酸筛查发现，现住朝阳区同城公寓，快递配送员，配送区域主要为东方广场、王府井百货和王府中环。5月22日报告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，当日诊断为确诊病例，临床分型为轻型。感染者1628，通过社会面核酸筛查发现，现住东城区体育馆路街道速八酒店，外卖配送员。5月22日报告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，当日诊断为无症状感染者。